五哇！来安静一下，来先告诉我们第几组，然后就分享。好，第三组来注意。贞子出没。我们今天要演的是《白雪公主》第二集之《青蛙王子传奇》。好，贞子出没。还有贞子恐怖。白雪公主。他是高大挺拔、英俊帅气的白马王子。哇哇，没错没错。旁边这三位是生活在森林里过得无忧无虑，但是可能又有一点糟糕生活。这位是整件故事背后的幕后黑手。然后就两个人拿着 Orange。哇塞，太恐怖了！我们的故事要开始了。好，非常好，开始。在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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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，有一个很蠢的王国。现在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要直接快转到最重要的部分。快转哦！跑到森林里的白雪公主看到了三个小矮人。我给你抓蹲大了！看你们在干嘛？是狗狗啊！隔天被揍了满身伤的三个小矮人，边走边跑的抱怨，边走边抱怨的走进了森林。白痴，真的。公主走了过来，看了女子，管她三七二十一，就把她吞了。隔天，一个高大挺拔、英俊帅气的白马王子走了过来。帅帅帅帅！哇塞，都吞了！幸福也不怎么快乐的生活。好，非常好，这终于